请坐。我不想坐，坐不下来了。我听到这个声音，我坐不下来。老师，你喜欢吗？太喜欢了。哦，喜欢就好。最怕老师不喜欢，以后回家怕媒婆不给我介绍女朋友。花嫁了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你有什么表演的经验吗？在我们老家唱，在我们村子里唱，跟我们粉丝朋友们唱。非常简单，非常质朴。那么下面我用女声来演唱一首《在虚妄的田野上》，祝我们乡下人的日子越来越好。好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全明星。